第十四题，下列关于天平操作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用手直接拿把马较方便。错的，我们说我们取用把马必须用镊子，不可以用手去拿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C. 要等天平的指针静止于中央，测量结果才准确，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。虽然静止于中央表示我们确实归零好了，但是因为它照明天平很难静止。所以我们只要左右摆动的幅度相同，就可以当作已经是归零完毕，所以并不需要等到指针静止于中央。猪较重的把马应放在秤盘的最外侧，测量结果才会准确。错，我们应该要把重的东西放在中间，让我们的秤盘呢会比较稳固，所以呢这个猪也是错的。那么我们 B 测量固体的化学药品时，要在秤盘上放测量纸，这是对的。我们要放上测量纸，避免我们的化学药品会去腐蚀我们的秤盘，所以呢 ，B 选项是对的。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关于天平操作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测量固体化学药品时，要在秤盘上放测量纸。